我们现在坐接驳车，然后直奔到整水。露营吗？嗯，当然啦、啊。露营吗？然后我们坐11号的专车。他是怕午后雷阵雨，那他的他在右手边呢，他都是非常的单调哈、哦，但是晚上就完全味道不一样了。嗯。那因为时间到了，一些游客他们没有住在景区里面，就要都要出去了，所以晚上就变包场了。我们都自己逛啊，有人还都不睡觉到一两点的，但是我建议还是要早起哦。你早起那时候景区他们还要从饭店再回来这边，你就先逛，因为哇好多都没有人，那时候拍照感觉非常棒。那明天的服装尽量穿亮一些哦。那你看一下右手边人家怎么拍的照，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哦。那这边就不能走，新人是走左边，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比较不会走风雨走廊，我们都会走里面的部分了。这边是车道，其他新人是要走里面的。